于想起我了，呵。爸爸今天将功补过，送你一个超级惊喜。又是航天模型吗？今天你可以来参观粒子对撞实验了。哎呦，疼！不是吗？这是真的。嗯，呵呵。爸爸，我爱你，最爱你了，哥哥哥哥。好儿子，等着你哦。一彩，我们要去看粒子对撞实验了。出发，去玩喽！我告诉雅米去。好吃的包在我身上。莫老板，一仔他们今天要去航天城，今天必须抓到小家伙，并且让他做出美食来。今晚必须带上最棒的美食，参加美食女王的美食品鉴宴会。放心吧，老板，只要有小外星人在，你一定会得到美食女王的青睐。这次我亲自出马。这次再有差错，从今往后别想加薪。老板，我们可以带些零食，抓到小东西后就用吃的安抚他。好主意，你去准备。老用加薪吓唬人，我最讨厌工作了。这是我最爱，小家伙一定也喜欢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不准通行了？管他呢，走吧，艾伦。看起来比你还兴奋。是啊，这次也正好可以问问爸爸，看有什么方法能送一仔回家的。一定没问题的。一仔小心，不许躲，就不能被我抓一次吗？我要加薪，加薪。我们快离开这儿。好孩子，听话，别插手。变小。天哪，没抓到，这太让人讨厌了。一仔，快反击。多子核桃飞了。分头追。是老板。糟了，手机没有信号。别让他们跑了。
搞什么嘛，烂骨头，你给我让开！太紧，别紧，我的肚子。哎，走你！啊！啊！啊！这下可以加薪了。老娘，老娘，艾伦，我们被找到了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外星人，今天你就乖乖跟我走一趟吧。这实验开始了，艾伦，你又错过了。艾伦是漂亮的光，他会带我回顾看看，我要回顾看看了。是一仔来地球时出现的极光。兔丸子，回顾看看了。一仔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想念他的恶作剧了。好美的光啊！一仔不见那天也出现过这个光，奇迹的光，请带一仔回家吧。那是什么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小心，一仔做过他们的糖果雕像。你们，咕咕咕咕。什么？管他呢，至少一仔美梦成真了。
家伙。老板、眼镜长头顶上了吗？这是哪里？那些小家伙呢？妈说我失踪了好久，让她很担心。感谢你们在地球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还送我回来。阿姨客气了，伊仔是我们的好朋友，照顾朋友是理所当然的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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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妈说欢迎你们，希望你们在咕咔咔过得很开心。谢谢阿姨。这是我们地球的坚果，超好吃的。哈哈哈哈大家快尝尝看吧。哦，可卡可卡。一仔，梅丽在说什么？他问那是什么，好吃吗？那是金毛，很好吃的，肉肉的，厚厚的，超好吃。这种味道实在美妙，我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能听懂大家的话了。刚才他们的美食宝石都有发光，说不定是美食宝石的力量。我喜欢这个。我也是，这是我调的专门防止水土不服的饮料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是我特别烤的叮咚坚果蛋糕。点心等一下再吃，现在先吃饭吧。那是吃了会放屁的蛋糕，妈妈才会阻止它。这些食物你们都吃得惯吗？那超好吃，超级美味。让我们为阔卡卡的美食干杯。干杯。报告老板，飞船没有动力，开不了。什么？开不了？你会开飞船吗？我开过游乐场的飞船。短时间是回不去了，不想饿死，就先开辟营地吧。赖骨头，限你今天之内把营地建好。好的，好的，老板。工作，我最讨厌工作了，讨厌！什么情况？老板，救命！认识新事物的过程总是充满了奇遇和艰辛，对不对？哈什么哈？我让你开车去找食物。这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儿去找？再说为什么又是我去？这是老板的命令。这是老板对我的信任。不过我真的讨厌工作。安全第一，采完食材早点回来。再见，你的安全。
这是我的学校，等开学再带你们参观。哇，你们学校真漂亮！我们去美食阁，那里有超多食材。剥开去的树皮可以制作肉干，不过要轻轻的撕下，不要弄疼它哦。困死了，先睡个觉吧。这树枝真碍事。好痛！可恶！超叔，放开我！救命！快救我！坏骨头！大家快来帮忙！好紧啊！我们一起加油！我太可怜了，没找到食物，还遇到这么恐怖的树。我们把食材分享给他，让他也尝尝高看看的美食。美食？全部给我！这些够你们吃一天了。把美食给我全部交出来，叔叔可以考虑放过你们哦。这些是村庄明天一天的食物，能分你就不错了。快把食物放下。这些给你，不要伤害雅米。兔丸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兔丸子？超级仔，前来帮忙！可恶，快开呀！我来帮你吧。叔叔，下次记住不要太贪心哦，否则什么也得不到。拜拜，叔叔。可恶！是美食精灵村庄，你们等着瞧。老板，找到食物了？没，不过我找到更重要的东西。你是不是又出来睡觉去了？我找到美食精灵的村庄了，快带我去。还没到，我刚才一高兴忘记路怎么走了。让开，我要启动移动定位系统。控制面板坏了。什么？老板，这里好像有怪物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赖骨头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。